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在中国新年假期期间，一位中国富豪的行踪成了热门话题。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文丹你好。严真你好。有个叫肖建华的中国富豪呢，是长期住在香港四季酒店。那么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就有消息说他被劫持回中国内地了，是吧？由于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呢就有很多传言和猜测，说中共高层可能会出现大的变动。那你认为会预示着怎样的变动？我觉得像肖建华这样的商人被捕啊，是预示着中共高层甚至是政治局常委这一层的政治斗争将有重大突破的征兆。当然这得从肖建华这个人的背景具体来分析。首先呢，我觉得他被抓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情，虽然后来也传出来一些他发的什么微信的声明，说自己现在安好，在国外治病什么的，但是他没有办法露脸，通过视频来辟谣。既然没办法露脸，特别是在事情刚刚发生的风口的这几天，那我就觉得比较说明问题。假如再过一段时间他露脸的话，那反而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抓他的人可能已经从他嘴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了，那个时候可以让他露脸了。现在风口上不能露脸，比较说明问题。那说到肖建华这个背景呢，星期三的时候，南华早报也是发了一篇文章，说肖建华有可能卷入2015年的股灾啊。当然，由于他是个金融大鳄嘛，他卷入股灾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案底。为什么呢？因为肖建华是2014年就跑到香港去了，就出逃了，而股灾发生在2015年，就是说他逃到香港。让他必须背井离乡，关系到性命攸关的这个理由，和最初习近平想抓他这个理由，显然是和股灾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在股灾一年之前嘛。所以说他的最主要的案底呢，我认为是和曾庆红家族的关系。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那就是有山东鲁能集团的收购案这么一个事情，当时呢整个鲁能集团750多亿的国有资产被评估为只有30多亿啊，然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一系列空壳公司的操作被私有化了，而进行操作的这些空壳公司就是归属于他肖建华名下的，而这个所谓私有化改制的最终受益人就是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之子曾伟。当时2007年的时候，财经杂志曾经登过一篇调查报道，揭露这个私有化操作的内幕，是吧？当时指出是一个受益人叫做曾明，后来海外媒体确认这个曾明就是曾庆红之子曾伟的化名。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虽然说当时的中共高层要求山东政府啊回购股份啊，所以这个鲁能的私有化最终其实是他至少是没有完全成功，对。但是呢，通过这个事情，肖建华和曾庆红家族的联系却浮出水面了。按照习王反腐的套路，抓住充当首套的商人通常是冲着他背后的政治靠山去的，所以我估计沉寂了两年的庆亲王案现在恐怕要有所进展了。但也有资料显示呢，肖建华其实是与现在这个多个高层家庭都有往来，那为什么一定是剑指曾庆红呢？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做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成立，就是以利相交，利越大，交往越深。肖建华和曾庆红之子曾伟所操作的那个鲁能案呢，它涉及资产多达700亿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假如说我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的老板，我手上有一个项目是10000块钱，我有一个承包商要来做我这单生意，由于他钱很少嘛，我可能打两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了，我连这个承包商面都不会见。但是如果我手上是一个1亿的价值1亿元的项目，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仅要跟他反复打电话沟通，我不仅要跟他多次见面商谈，我肯定还要多方位考察，是吧？我得对他知根知底，我得要看他的专业资质，然后我还要听别人的推荐啊，甚至呢还要有一些私人渠道的关系，我要了解他这个人，这个生意才会做，对吧？所以这个是常情常理。所以像山东鲁能案涉及700亿这样的天文数字，曾庆红家族交给肖建华来操盘，那肯定他们之间有非常深的联系，或者说至少你通过这场交易他们会建立起非常深的联系。所以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呢，当然是他和曾庆红家族的联系是最深的。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网上传说对曾庆红家族要动手的消息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如果这次要对曾庆红家族真的动真格的了，你认为曾庆红有软着陆的可能吗？
我觉得真的启动这个程序的话，就不太可能有什么软着陆这一说了。因为中纪委对曾庆红的影射其实从2年前就开始了，这中间确实拖了很长时间。那么在这2年当中，就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啊，说习近平可能现在没有能力再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或者前任常委啊这样的政敌啊。但是我觉得呢，习近平王岐山和曾庆红之间的最终摊牌实在是难以避免。因为这个倒不是因为我了解什么更多内幕啊，我觉得这是出自于共产党的性格，就是共产党的性格决定了这样的斗争一旦开始的话，它就不可能善终。性格是个什么东西啊？性格是出自于人的基因嘛，它是一种非常稳定的东西，它不会睡一觉起来或者今年是一样明年是另外一个样。基因这个东西它是在分子层面起作用，它比起大家肉眼看到的这个物质更微观，正因为它更微观，所以它就更稳定，它所起作用的机理也更加具有决定性。对人是这样，对一个组织也是这样，共产党的性格当然也是这样。共产党是一种斗争基因，它斗争一旦开始不分出胜负是不会停下来的。你说王岐山啊，写他们这个中纪委下属刊物写有这样的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把这个事情都已经算是半公开化了，是吧？影射曾庆红就是尽人皆知，这个矛盾都半公开化了。你说这个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以后，王岐山和曾庆红还可以两个人尽释前嫌，然后这个把酒言欢，安度晚年，是吧？相安无事，这可能吗？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吗？乃至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吗？你找不到的。所以我想王岐山自己也明白，他既然开了这个头啊，把矛头指向了曾庆红，那这个事情最后就没有完，他们直到他们两个之间要倒下一个，这个过程也许会拖得比较长，也许会有波折，但是最后的结果我认为是难以避免的。那这个最后结果是难以扭转的，中间这个波折出在马建身上，马建和曾庆红也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但是他的案子呢，在2015年马建被抓以后，有将近2年的时间没什么进展，这在中共18大以后的反腐过程中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外界传闻说马建掌握了这个中共很多高官的黑材料，以此作为要挟，而中纪委投鼠忌器的地方比较多。我觉得这个说法呀是比较可信的，因为确实马建身上的事太罕见了。但是在去年12月30号的时候，马建被双开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指向曾庆红啊，这个反腐的路线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或者是王岐山掌握了比较重要的材料，就是有比较重要的进展，或者是他感到时间比较紧迫，要承担一定风险了。在马建被双开之后的肖建华被抓，我觉得是针对曾庆红家族将有所行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了。那你认为习王和曾庆红、江泽民的这种冲突和矛盾近期会进一步表面化吗？或者说来自于曾庆红这方面的这种反扑会立刻到来吗？如果涉及到性命攸关了，反扑当然会到来，而且会不遗余力的反扑。真到了这种紧要关头啊，这个什么表面不表面化的问题，我估计也不是他们要去考虑的了。当初处理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时候，因为薄周两个人活动能量有限嘛，他们要靠曾庆红、江泽民的保全，所以那个时候呢，斗争离曾庆红和江泽民还隔了一层，他们还可以去考虑共产党的脸面啊，这艘大船沉不沉的问题。等这个矛盾涉及到他们自身，那就没有这个缓冲区了。他们什么共产党脸面这些事情，恐怕就会置之度外了。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心腹，这两个人是搭档，是一体，所以动了曾庆红，基本上江泽民也难以得以保全了。中国大陆每年有3次比较重要的会议，一个是3月份的人大政协两会，第二个是夏天的北戴河会议，第三个是秋天的共产党的中央全会或者是党的代表大会。在这3次会议里面呢，两会当然它是最不重要的，它的表演性也是最强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人聚集的场所嘛，因为人一聚集多了以后，他就比较容易有事儿，所以今年的两会我觉得也是一个看点，就是在当前的这个形势和背景之下。因为两会他各个地方的领导以及党政军的主要干部他都会聚在一起，人一聚在一起，那么有些人有想法的就要去四处打探，是吧？别人的想法是什么，以及他去寻找盟友拉帮结派，那就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呢，如果是有人刻意为之，而且他还是有背景的，他的活动
动能量还够大，那确实还是有可能制造一些麻烦的。因为两会它毕竟形式上它还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啊，还要宣布一些人事任免啊，所以呢像这种麻烦的情况肯定是习近平要尽力避免的。所以我想从中国新年的假期结束以后到两会召开之前这段时间，习近平是有可能有一些手段出笼的。在这段时间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端倪。中共的内斗呢，过去也一直在发生，但是哪次的内斗也都没能使共产党变得更好，也没有给人民带来益处。所以如果反腐的目的是为了延续共产党这个残害人民政权的生命的话，其实并不能青史留名。希望当事人在这个时候能够认清这一点。好，谢谢文章。谢谢严真。好，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见。